这些黑黑的小家伙叫海虹啊、也叫贻贝或者青口贝啊、它不仅肉质肥美啊，价格也非常的便宜。你看后边这一片啊、这些还没有冲洗好，每年我们当地的年产量要4亿斤，占全国的70%以上啊。我们家也有400万斤的年产量，每年这个时候啊就开始上货了。去年啊由于疫情，它把父亲冲坏了。后来也是通过平台啊带来了不少的客户。在这里啊感谢我的平台，感谢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们当地的渔民啊，给我们渔民助农。给你们看一下清洗的流程啊。经过这上面啊，这边有海水正在冲洗，正在冲洗。这边冲洗出来的就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啊，基本上这些泥都冲洗掉了啊，就这样的。咱们发的海虹啊都是当天现捕现发，鲜活发货。如果你们喜欢既便宜又好吃的海虹啊，点开下方的小黄车来上一单尝一尝吧。